小徒手。Ramp， 我来 help 了。啊，完了！没中，中了就赢了。死了！可恶！中了就赢了。被相当了啦！你中了应该会吸回来哦。你说我吗？对啊。对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一下把他砍死，他一下把他砍死的、欸，一下。太扯了。一下，一下三百。好神哦！好像可以多出一点降 CD 的东西。感觉感觉玩 CD 蛮强。嗯。可是不打核心自带晕眩哦。应该推走就会。不是啊，因为鱼。空鱼啊，有位移的效果，它有一个位移，然后对核心的伤害会有加成。就小心都会位移啊，那个位移算是一个晕。想出个装哎、欸，不知道出什么。他把我推走了。哇哇哇！哇塞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哇塞！发生什么事？雷子我来喽！哇塞，为什么你玩惨还那么痛啊？好不科学的角色，等级吧。哇塞！哇塞！没抽到。你为什么你的基础伤害151啊？做什么东西基础伤害？你的基础伤害151是怎么回事啊？基础物攻吗？谁的基础伤害是基础物攻？你那只的基础伤害？我听说这只的基础物攻好像是全里面最高的样子。振奋。好扯！刚刚14的时候151耶，别人才。90、80哦，我成长物攻这么高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道具还是怎样。不错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感觉玩坛就超神，人家超懂。哎、欸，好像还可以再继续打，这样打太快了，打太快了，打太快了，再打一场。还、啊、有那个日式和风煎饼怎么在？我露西还嘴了。是邪嘴了，你嘴什么？好羞啊！嘴什么？干嘛？改标题吗？我改了。我贴的 SK。瓦力给你哦。输给垃圾，你可以滚了。好凶哦！好凶啊！好凶啊！太气了吧！在这边机器人，他刚这样骂你是在称赞你？哇塞，那算称赞吗？是一种认同啊，因为才被杀掉了。那好骂人家垃圾吗？那你刚丢，太气了，太气了，又不好意思讲称赞的话，知道吗？做一个坏。I'm not big on sermons. Broken bones teach better lessons. 要玩谁？啊，忘记买奥巴马。太空普罗，好可爱啊！绅士普罗啊，这个是中路雷文，好可怕。密的中路雷文，中路雷文感觉超可怕，还有想要杀，嗯，刚那场也太扯了吧，还是雷兹在练脚，跟上路一样，可能吧，不是他，或是他们是鬼鬼那种雷狗，鬼鬼家里没电脑、哦，他还没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问他，可能还没到家吧。我要玩谁、欸啊？啊！我玩一只角色，让我 AD， 让我 AD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雷我们？谁？寇格摩？你想要一秒光速我？啊！很啊！很啊！很啊！啊！这只，这只骗你，好像很神哎、欸啊！我觉得我们组合有点变态。我今天有看人家玩寇格摩，很强吗？极神，那么夸张？这样你开加速，我又击中的话，你就很快把他晕倒。就这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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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没有虎弹，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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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
剧本都写好了吗？等一下让我看看。5.0的攻速，真的很扯。这次我想要直接出冰拳看看，感觉冰拳好用，让他走得比较慢，然后出手又可以打到他。可是冰拳没有加血，感觉后面对吧、啊？感觉后面出比较好，因为他物防越高比较好。没有加血，可是因为我觉得，啊、因为我这只缺魔、啊。后格马要出鬼锁加智慧默认，公司有办法冲到 5.0 吗？以配我看原是出鬼锁，哎、欸，我看原是出鬼锁，三件攻速装备，这样撑到 2.5 就再开技能就行。哦，会变两倍啊！本来是用技能的，不是用装备。哦，如果用装备，应该要出五件红装。开套，你借出红装哎、欸，这样你跟郝云姐对打的时候，你就紧张。郝云姐现在好痛，我觉得她会打输。手有点短。这波比是已经重置了吗？还是还没？当然还没啊。看这个脸长那么丑。哈。干嘛这样？是他特色。丑吗？对啊。坏、欸，他现在变得很可爱了、欸。不知道变回一只正常的兔子，变回比较像月儿的人，之前长得很像。太出品，又打谁啊？我要出太出品。哇，我打波比吗？天哪、啊！太出品是新装备是不是，感觉我出太出品就很强哎、欸，就吃一百只兵等于赚一只人头。我一直射回血就很快。我觉得我们入侵也很难用。你想想看嘛，你到时候多兰剑买来不是要卖掉吗？所以你400块卖掉，你一开始就赔200多来买一把多兰剑。可是你买太出品没有赔钱，还反赚130。哪有啊？买了就赚130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啊？还有，你不是花400多买？然后然后这把剑可以帮你赚400啊，然后本身卖掉再赚130啊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你光买下去就已经赚130了，有没有道理？不像买多兰剑还要赔220，200多了。先看一下我的技能。我100%总攻速哎，好扯啊、哦！嗯，100%总攻速怎样？增加100%总攻速。对啊，他现在攻速可以到5。我等一下看你怎么去。快看我！这是一等哦。哎，别！快跑！哦！完了，你吃屎吧！为什么不先？为什么不赶快走？你为什么犹豫啊？我想要骗他们吧。因为我在想我要怎么骗他们。来不及了。嗯、他们还算有道德，把他全部吃光了。前期会被多兰打爆，你认真？我刚可是打赢多兰了、啊。我觉得刚刚是技术压制吧。抢头了，这魔家也死了。我老皮皮，好痛啊、哦！嗯？我这边现在怎么没打下去？现在身上没有眼，没了，你有大炮了。哎呀，歪掉！
啊！丢丢丢丢！这是好适合我，我也得住。耶、yeah, ，变技术喽！好意思，好意思。我应该可以把它吃了。好笨哦！二十几秒可以打他。我就我要先上三层。刚木在动物，做成哎，我掉，这比较好。哎、欸，阿木木，往上吗？没有哈，没有没有，在中路。好，嗯，嗯，不行，不能打，不浪费。阿木木会不会上来啊？有可能啊，因为。他现在好像走掉了 ，shit， 准备回家吧，我猜他快来了。我吗？嗯，嗯，你看一下波比有没有不自然？也许我不会输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是有一点不自然。哇塞！我没有。我最后还是忘不了中路。他弹射，好像你现在弹射一下150，他的眼烟。还吃他？没关系，晕住，晕住，继续追。没中，我没那个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算算算，子弹拉掉，他脚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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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闪我闪我闪。有阿木木有阿木木，拜拜拜拜，没看到、我有罗闪现、欸，你没有啊？哼，发现我没有。哎、欸，他也溜了。OK 的，哇！他就这样杀了他，怀疑人家，回家。出装方法。啊！切掉。五万没中。哇哥啊！哦。来得及。阿木木都没了。掉了。我的下。拉到喽！哎，太出品，不能将狗出哎、欸。因为他那个只能打小兵，不能打野怪，打野怪不分。哎、欸，没拉到，可恶！用 spell 上去了。
不必哦。有跳吗？啊？哦，我看到天梦江哥上来了。哇塞！好痛啊！哎，我攻速好慢啊。啊，还是死了！哪呢？阿嬷嬷超痛啊！啊，我也很痛呢，竟然会死。好。阿嬷嬷血多吗？还是快死了？他半，我看一下，一半，还蛮多的。可是波比没有大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波比要不要回家？阿嬷嬷要等我。阿嬷嬷在那里干嘛？他在清你的那个，他跑哦，被拉到就挂了哦。不会，还好他不是武术。断线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刚刚突然犯傻一样？因为他好像不想，他好像知道他会死，就不想动。刚刚换一个人玩，他放那个奇怪的位置。他醉了吧？我也是醉了。天哪、啊！我现在想溜。在弹琴啊，逗他。今天没有毛病啊，我忘了架，改天吧。我回家组装。抓到你习惯了，哇，那是出雷神律令耶，有点凶。我将过来出雷神律令。对啊，神后弹啊，他的点大之后变硬，而且前面有带护盾，又没中。哎呀！天命江哥在哪？有位置吗？是啊，刚刚在下路，在蓝霸那边。好，刚吃完核心。我也不见了。有人，你被夹了。哇，好走！哎呀，轰大！这大球会跳起来，真的。哦，可爱。木没有大。没魔了。等他一下。完了，我刚哎，我没送装霸吗？霸比刚好掉了。哎，那个不知道谁传送哦。饿死啊，不了家。大家治愈配。嗯，先出这个，不出个鞋。紫炎炎，还没 TP 啊？我刚应该闪现到你前面开盾，他刚用什么打我啊？
打死他。是啊，看你。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。刚满以为我可以打死他。要去天国了。哼。我以为我刚刚能把他换掉，可是他开了。波比的中路哎。我这只基础物理攻击超高，那我出手套完全是对的、啊，那很好像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他直接加基础 ，TP 上来，他煮点吃哎、欸，这只看，拿到了，很吃吧。我跳大哦，想办法拆塔，想办法拆塔。真假的？你被看到了。不怕不怕不怕，不过他有跑出，好吧，他拆掉就丢。感觉我的大便好痒。现在就是 AD 掉，纯 AD。他这边斩首哎、欸，我的啊。看起来好丑！哎呦，我比来小心喽！哎呦，打得赢吗？打得赢吗？打得赢了，没问题。可以啊、哦。